关键仪式在官府第二办公大楼头前的广场来举行，由馆长苏迪芬代表接受。这次台北燕山扶轮社长陈泰祥发动六个扶轮社团的爱心，捐赠一台航空巴士，和欢迎捐赠户社会处。可以迎上我们全线来服务。好，再厚实一点嘛。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台北燕山扶轮社长陈泰祥是在我事业有成的欢迎主题，因为看到欢迎关社会福利资源欠缺，为着要回馈乡里，帮助弱势。希望抛砖引玉来发挥爱心。我本身我是伫斗六出生，伫后背大汉的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云林县长期受到中央的忽视，即使我们两三年前就已经，无论是整个台湾地区就已经了大概100多部的富康巴士。为了要感谢社会各界善心的帮助，关注社会处特别颁发感谢状。感谢台北的企业关心地方身心障碍朋友的福利，希望未来有更多善心团体来投入公益。这是伊头一摆回来婚姻，拄则伊嘛谈到将来婚姻有任何需要，伊会牵这条线吼，大家继续吼，里外乡亲来联合面过去经营，伫外地经营的这好朋友甲资源来协助咱的武馆来协助。关府社会处长丁干特表示，原来有将近50,000位的身心障碍者。航空巴士一直无够使用。台北燕山扶轮社长陈泰祥表示，伊是婚姻的主题，未来只要有需要，伊会联合各界善心单位来发挥爱心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